Vai- miţ-iţhax-ax-la muţ-iţga-a-shaa-gah-lap xţx па-denb niţai-bhaa sceo xh'a-ba ituu-bosat、「Nami ga mythology, docha personae ka to media ha-cya k infringna tiwacen décal-di andat baraat non salaries□ Marru mo'au muţ-y geilka hat maro mazerd ngorom ye go je ne jonzara da na do ne da za jin dar zo ya dal zo je chi tu jo do jo dan je ne dia dum do lo mozeran jangora ya la da umara bazanar do umara bazanar do omarabazanar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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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abazanar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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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各位导游道友，大家晚上好。我们现在开始讲今天的这个课啊。今天的课呢，啊，我们继续讲这个英国不习，啊，英国不习的这个实修的部分。 呃，首先，请大家啊、呃、发菩提心。我们每一天都在讲啊，每一次都在提醒大家发菩提心，因为这个非常的重要啊。我们要最好是发自内心的啊。如果现目前还没有这么好的发型的话，那早做的啊，勉强的也可以啊。就是我们下决心啊，我要从现在开始啊，我要立终生。 啊，我要度化众生，为了度众生啊，为了更好的利益众生啊，我要成佛啊啊，这个发心啊，就叫做菩提心啊，我要成佛，啊，为了成佛啊，我们今天啊听这个课啊，然后听完了以后呢啊，就一步一步的修。 啊，那这个法心这样子的这个想法啊，这样子的想法，这样子的这个东西呃，就叫做菩提心。啊，这个非常的重要。首先大家发菩提心，啊，接下来我们、嗯、讲今天的这个啊这个内容啊。那么今天的内容呢，我们就开始讲这个、嗯、因果不虚的啊这个具体的。 这个思维的方式啊，那么前几天呢，呃，有好几天啊都在讲啊，包括这个上一次的这个《道干经》啊，《佛手道干经》在内啊，这些都是啊因果不虚的这个理论啊。然后呢，我们首先去学，学完了以后呢啊，这个昨天也给大家讲过啊，这些理论啊，我们要静下来啊去思维。 啊，这些要去一步一步的去推力啊，这个这样子也叫做修心啊，这是一方面。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今天就是开始讲这个啊啊，另外的一些啊，除了这个理论以外的一些这个一一些这个思维的方式啊。那么这个思维的方式呢，啊，我们今天啊讲不完的，但只能讲一部分。 啊，只能讲一部分，然后大家啊，首先去思维思考啊，修呃前啊上一次我们讲的这些课的内容，然后呢也就去思维啊，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内容，呃、啊，然后其他的呢，我们咳咳啊过一段时间以后呢，然后再继续讲啊，今天就讲一部分的这个修法啊思维的方式。 呃，首先啊，这个因果啊，就是我们对这个因果三恶的因果啊，有了一个基本的这个概念啊，然后呢，我们基本上啊，相信啊，接受了这个因果观念，那因果的关系这种观念啊，这样子以后呢，然后我们再进一步的去思考啊，那么因是什么，果是什么啊？那这个三恶因果当中，善是什么？ 恶是什么啊？要进一步的去思考这个问题。嗯，呃，在这个之前呢，我们还没有讲啊，什么是善，什么是这个恶啊，这些具体的都没有讲，我们只是讲一些因果关系啊，理论上啊，怎么样去接受，怎么样去理解啊。接下来呢，就要讲这个具体的啊，善和恶啊，善和这个不善，是善和是不善。 啊，首先啊，佛经里面啊讲了很多很多不同的善、不同的恶，根本就不止啊十个，也有很多。啊。但是啊，但是这个主要的啊善和不善啊，可以归纳为四个啊，这个善和不善，这叫做是善和是不善啊。 这十个是这个所有的这个善恶当中的这个最关键的啊，最最最重要的这些，呃，就就最后就是归纳为十个啊。除了这十个以外，还没有还有没有这个善恶呢？有，除了这些以外还有，但是主要是这十个。嗯，那么这十个啊，我们首先讲这个啊、呃，怎么样去思考？ 这个啊、呃，这个是不善啊。首先我们讲这个是不善，然后再讲这个是善啊啊，这样子啊。这一本书的这个顺序也是这样子啊。然后这跟我们上一次也讲过了，这个大圆满的前心啊也好啊，或者是这个。 呃，菩呃菩提道慈地广轮，啊、呃，还有这个大圆满的、大圆满心息修习，这些、这些所有的这个书里面呢，啊、呃，首先讲这个十不善啊，然后十不善啊，一条一条一条的讲，十个都讲完，然后呢，啊，再讲这个每一个啊，每一个这个这个。 这个追国，它的这个国宝啊，然后就讲呃，每一个都有四个四种不同的国宝，呃，然后这些讲完了以后呢，啊，再讲这个是呃十十山啊，然后再讲这个山的这个国宝啊，是树的这个顺序是这样子，嗯，呃，但是我们修的时候呢，这个上一次也讲过了，稍微调整一下啊，修的时候我们可以调整一下，呃。 怎么样调整啊、呃？首先我们去啊、呃、思考，比如说这个事不善啊，十不善就是呃三个啊身造罪，身造罪就是我们身体所造的这个罪过啊，然后四个啊口啊口造罪或者是欲造罪啊欲言。 啊，所造的这个罪过十个，嗯，然后最后就是三个是易造罪啊，我们的心啊一时所造的这个三个罪，一共是这样子有十个啊罪，十个罪过啊，这十个罪过，然后这个十个罪过呢、嗯，啊，这个是不是释迦牟尼佛制定的？比如说，比如说，嗯。 出家人的戒律啊，在家人的戒律当中，比如说像报关斋戒，呃，里面呢也有一些呃佛陀制定的戒律啊，在一一般的情况下，这个不一定是。 不一定是呃罪过，但是呢，因为这一天是佛陀置顶了，所以就是我们如果违背了啊，它就会变成这个罪过，也有这样子的啊。那这个是不是呢、啊？它都不是这样子，它就是它的本质就是罪过，它是本质的罪过啊、嗯。这个跟佛陀的这个这个啊戒律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有戒律的，没有戒律的，信佛的，不信佛的，有信仰的，没有。 信仰的所有人，啊，任何人去做这些事情，啊，都是罪过，都是罪过。这个跟身份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啊，没有任何的关系啊，这样子。 呃，首先我们调整啊，调整以后呢，首先我们去啊、呃呃，去了解，比如说，这个我们刚才讲的十不善当中，首先三个啊，三个这个呃，肾遭罪啊，肾遭罪，身体所遭的罪里面的第一个啊，就是啊，就是。啊就是 杀生，嗯，首先我们去了解一下什么叫做杀生啊啊，首先我们把这个呃过去呃曾经我们已经讲过了，比如说大做的时候的这个身体的姿势呀、啊、排武器啊，啊，这已经大家都修了一年了，不需要再讲，嗯，呃，这些全部讲这些全部做完了以后呢，然后静下来啊，心静下来，嗯。 然后啊，我们开始去思考啊，思考什么呢？首先要去思考啊，去思维什么是这个呃、啊，什么是啊杀生？嗯，然后这个思考完了以后呢，啊，我们了解了以后，我们确定了以后，这个就是啊这样子的杀生，就是是不善当中的啊。 杀生啊，这个我们确定了以后呢，然后再去思考一下，那我啊、呃、曾经有没有啊、呃、这个造过这种罪啊、呃？也就是说，我有没有去杀过生？嗯，去思维一下啊、呃。然后呢啊、呃，经解者啊、呃，书的顺序是这个啊、呃，杀生完了以后就是头刀啊、呃，但是我们。 思考的时候呢，啊、呃，不这样思考啊，杀生这个这个思维完了以后呢，然后再去思考啊，杀生它有什么样的国宝？啊？杀生有什么样的国宝？它的艺术过是什么？它的等流过是什么？它的增长过是什么？使用过是什么？这就四个四四个不同的国，那那它的国是什么？然后我们再去啊思考。 嗯，然后这个思考啊，确定杀生就有这些果报，这个确定了以后呢，啊，然后我们要去思考一下，那我也要啊，我未来啊，将来我也要面临啊这样子的这个问题啊，也就是说，我也要啊承受啊这样子的这个果报啊，为什么呢？这个因啊，我已经。 博下去了，这个中子我已经播下去了啊！这个中子它本来就是啊，有这样子的这个果啊。那这个果我有一天啊，也也要承担啊，也要这个承受的。嗯咳咳，因为我已经已经已经做了这个银啊，那么果我愿意或不愿意啊，都会啊成熟的啊，就成熟在我的这个这个这个身体和精神上。 <coughs> 啊，那怎么办啊？这个是我们就思考啊，那我怎么办啊？啊，我应该怎么做啊？因为我就是已经做了这样子的杀生的这个罪过。了啊。那么杀生的这个罪过，一旦杀生有这个罪过，那么不管是什么样的人都要都要承受这样子的这个果报啊。那我也已经是杀有有这个罪过。了，那我肯定也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我也要呃要面对。 啊，这样子的这个国报，我也要承受这样子的国报啊。那这个时候，那我应该。 怎么办啊？去思考啊！我们在理论上啊，就是书本上啊，就是把这个每一个啊，这个是杀僧，这个是头道，他有这样子的国宝，这个有那样子的国宝啊，这样子去数一下，十个这个十个十不删，我们把数一下，一个一个的数一下，这个没有用的啊，这个没有什么感受啊，感触不深，嗯，所以每一个。 啊，这个杀到赢王要给自己连接起来啊！我曾经有没有这么做过啊？如果有了，那我以后也要这样子，这个要要承受这样子的这个果报啊！那这样子，那我怎么办啊？就是要跟我啊连在一起啊，这样子才会啊有有效果啊！然后最后的时候呢啊，这是第二个阶段啊，第第一个阶段是去了解。 这个什么是杀生？第二个阶段再进一步的去了解，那杀生有什么样的果报？嗯，然后这两个确定了这个因和果关系啊，我们相信，然后又确定了以后呢，然后再去想，那我也遭了这样子的罪，那我肯定也有这样子的果报，那我怎么办、嗯、啊咳咳？这是第三个啊，这是第三个这个这个阶段啊，我怎么办？那我应该怎么做啊咳咳？这是第三个这个。 啊，这个阶段，那我们是要这样子，就分三个阶段来思维啊。然后第一个杀生啊，这个思维完了以后呢，然后就再进一步的啊去思维啊偷盗啊。那偷盗的这个思维的方式呢，也是啊跟刚才一样，就分三个阶段。先首先啊，我们去了解一下什么是。 啊，偷盗啊，什么是这个有罪过的偷盗啊？什么是这个事不善当中的这个偷盗啊？呃、啊，然后呢，这个了解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再去想想，那我有没有这样子的这个，有没有做过这样子的事情啊？我有没有犯过这样子的罪啊？如果这一生没有的话，那么这一生没有啊，那上一世或者是再上一世。 我能不能肯定没有啊？这个是肯定是没办法，没办法肯定的。这个是我们大家都没办法知道啊。呃，就是这个头到啊，如果我们发现了啊，发现了我自己这一生啊，不需要不需要去思考上一生，我这一生当中啊，都犯了很多很多这样子的这个错误。那、啊、这样子的话，那这个是因啊，我也已经。 啊、呃，播下了这个种子了啊、呃，我也已经做了这件事情了，嗯，那这样子播下去了这个种子以后呢，啊、呃，有一天啊，这个呃，这个果、呃这个、一定会成熟的啊、呃，这个果会成熟。那么果成熟的时候呢，那我也要面对这样子的这个啊、呃，这个这个痛苦，啊、呃，我也要接受这样子的痛苦，这是。 第二个这个阶段，然后第三个阶段啊，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我应该去做什么呢？啊，就这个去思考。那啊,啊，这个完了以后，然后就是谐音啊，然后就下面的每一个都是这样子啊，我们不需要一个一个讲，都是这样子思维的方式呢，啊，都是这样子，咳咳这样子去思考啊。 啊、呃，然后思考的时候，比如说啊、呃，我们今天这一座，比如说今天打坐的话，今天这一座当中呢，啊、呃，只思考啊、呃，只去思考这个世不山当中的杀生就一个啊，就一个追国和他的这个国宝啊，其他都不去思维啊，就思维一个。 啊，这样子也可以的，或者是啊，一个星期当中啊，一个星期当中呢，就就就思考这个杀生啊和杀生的这个国宝啊，其他投到这些都不去思考，都可以的啊咳咳，都可以。然后也可以啊，一座当中啊，一座当中啊，那我们啊这个杀生啊、投道啊这些都去。 都去都去思维啊，这样子也可以，也可以。但是呢，一做当中啊，比如说把整个的这个十不善全部去思考，然后这个他们的这个结果，每一个每一个这个，呃是呃这个追锅呢，它有三个啊，至少有三个三个这个、呃，三个这个不同的啊这个国报啊，第四个这个这个食、这个、用锅呢。 啊，都是都是 solo, 都追，所有的罪过都是。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但是三个前面的三个，这个也这个艺树锅、灯流锅、增上锅，这些都是都是不一样的啊。那这样子的话呢，每一个每一个锥果都有三个不同的果，那这样子一共是有三十个啊、呃、不同的果包。那我们这么一个小时当中去思考这么多事情啊、呃，这个就是虽然是啊、呃、这些都过了一下啊、呃，但是呢，实际上就是。 没有没办法深入啊，因为这个这样子，可能这个思维就比较啊、呃、比较混乱啊，因为这个思考的东西太多了，呃，所以这个如果太多了的话，呃，不太适合啊、呃、但是一坐当中，比如说我们一坐当中，首先去这个思考啊杀生，然后再去投刀谐音啊这样子两个倒三个。 呃，也可以的啊，这个我们根据自己的情况啊来呃来定啊，怎么样都可以的。呃，自己认为啊，怎么样绣最有效果就怎么样去绣啊。感触最深的啊、呃、是哪哪一个啊？就是一座只绣一个，或者是一座当中就思为两三个嘴国啊、呃、都可以啊，这个都都都没问题的。但是。 前提的条件啊，前提的条件是我们坚信因果啊，坚定不移的相信，否则相信啊，否则的话呢，啊，就是因果都不相信，那我们思考这些是没有问、啊、没有用的啊，没有用的。所以前提的条件是要坚定不移的相信啊，这个因和果的这个关系，嗯，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啊，再去思考啊，这样子。 呃，这些都是啊，呃，这个十不善都是这样子。然后呢，是善啊，也是这样子。是善啊，是善。首先啊、呃，什么叫做啊、呃、这个善啊？然后呢，比如说、呃、不杀生啊，不杀生啊，不杀生啊，这个是这个是善之一。然后呢，不仅啊、呃、不仅仅是不杀生，而且去放生。 啊，而且又去放那这个是特殊的啊，特别的啊、呃，这个石山啊，特别的石山啊，啊、呃，比如说呃呃呃呃，每一个、呃、每一个这个山啊，比如说我们不杀生啊，不去偷盗，那这个是不是山呢？这个不一定的，很多人也不不不偷盗的，很多人也呃不杀生的，但是这个只是没有造罪而已，实际上这个不是山啊，那。 不偷盗怎么样把这个不偷盗它变成这个山呢？啊、嗯，然后就是要有发心啊，发心下决心我不杀生啊，下决心我不偷盗，这样子才能够啊算是这个山啊是山。嗯，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子的决心啊，没有去想到我不杀生啊，没有这样子，只是没有杀生而已啊，这样子这个就不叫这个是山啊，这叫做。 没有，没有去造罪而已啊，没有去造罪。但是这个还不能算啊，这个不能算是这个善啊，还不能称为善。嗯，如果要称为善啊，那就必须要内心当中下决心啊，我不不杀生，我不偷盗，我不邪淫啊，有这样子的决心啊，有这样子的发心啊，才能够啊这个善。 但是这个山啊，这叫做一半的山啊，一半的山，一半的石山和特别的石石山啊，特别的石山是什么呢？除了不杀生啊以外啊，去放生啊，去放生，嗯，啊救民啊，然后呢，除了不偷盗啊，除了不偷盗、啊，还去啊捕食给鱼啊给鱼，然后呢？ 除了这个补协音啊之外，还有这个收结啊等等，啊，这样子的话，那这种啊这种，呃这种山，它就是多了一个层次了，多了一个层次。所以呢，啊这这样子的这个十个山石山啊，叫做这个特别的石山啊，特别的石山。 呃，然后山也是这样子，啊，不，不光是这个一般的山呢，或者是这个特别的山，都呃也好啊。我们首先去确定什么是一般的山，什么是特别的山啊，然后再去啊，再去这个呃思维。那我曾经有没有啊这样子就就这个这个造过啊这样子的这个有没有行这样子的善啊，有没有这个积累这样子的福报？ 嗯，好、哦，然后呢，啊、呃，再进一步，第二个是第二个阶段，就是善，比如说这个，呃，是善，第一个啊，不杀生或者是放生啊，它有什么样的这个果宝，嗯，然后呢，有这个果宝确定了以后呢，啊、呃，然后。 第三个阶段，那我以以后，啊、呃，如果我之前啊、呃、没有去，啊、呃、去这个行善，那这样子的话，我应该怎么去做啊、呃？如果我之前有的话，那我应该继续啊、呃，这个行善啊、呃，就是这些方面啊、呃，这是第三个阶段，这样子去思考每一个都怎么去思考，这样子以后呢，我们把。 啊，是不善，是不善就分成三个阶段，一共是有三十个啊不同的不同的这个思维啊。然后呢，是善啊，是善也就啊每一个分个三个阶段啊，那这样子一共也有三十个。 啊，不同的这个思维，一共加起来就有六十个啊，六十个不同的这个不同阶段的这个思维啊，不同的阶段的思维啊，这样子我们把这个善和不善分开，然后呢，这个分这么这么几个阶段啊，这样子去思考的话，那、啊、这个思路哦、啊，就是很很很清晰的啊，很清晰，然后。 小国也是比较明显，因为我们啊，把每一个这个思维都跟自己有关啊，跟这每一个善恶这个因和果全部跟自己连在一起，这样子去思考的话，那这个。 啊、呃，效果是很好的啊，否则的话，我们只是心里去想一想，哦，这样子叫做杀生，这样子叫做偷盗，这样子叫做谐音。然后杀生了就有什么样的果报，这是这是这是心里去思考一思，去想一想这些啊啊啊，这个数一下这个十不善的这个数字啊，一样这个没有什么效果的啊，所以要要要这样子稍微调整一下，这样子修啊，那这样子以后呢？ 我们每一座，啊、呃，都有，哦、呃，都有，都都有效果啊，都有一定的这个效果。首先，我们坚定不移这个呃因果关系、呃，相信这个因果的关系。然后呢，啊，就因为。 自己啊、呃，如果是发现自己曾经就这个做过这个已经找了这个杀到淫王这样子的话，那应该知道自己怎么做了啊、呃。现在就是要去忏悔呀啊、呃、等等啊、呃，这样子以后呢就有啊、呃、坚定不移的相心啊、呃、因果，然后呢下决心下定决心，我一定要去忏悔啊、呃，我一定要去忏悔，或者是我们比如说这个思维这个是善的时候呢，我们。 啊、呃，发现这个山啊、呃，每一个都有啊、呃，很好很好的这个国宝，啊、呃，这个我们发现了，确定了以后呢，然后就是啊，我曾经有没有去这个新山？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觉得啊，我为什么有这个机会为什么不不不新山呢？啊，明明有这样子的机会，我有能力去做这个事情，为什么不做呢？啊，那曾经没有做，那我。 不能再不做啊！我一定要去这个呃，要去行善啊、呃，就最终会有这样子的这个，有两个两个这个结果啊，大家要知道，我们的这个思维呃，需要得到两个结果啊，两个结果，一个是这样子的恶追果，有这样子的这个啊，果宝要坚定不移的相信这个关系啊，这是第一个啊。 第二个呢，啊、呃，那么我啊、呃、曾经就是有这样，也已经犯了这样子的罪，所以我一定要下定决心要去忏悔啊、呃，这是第二个这个这个结果啊、呃，第二个结果。然后心闪的时候也去思考这个闪的时候也是一样。 首先啊，我们坚定不移的去相信啊，这样子的这个山啊，有这样子的这样子的山的因，就有这样子的山的这个果啊，这个因果关系坚定不移的相信啊，这是一个结果啊。第二个结果是什么呢？然后去思考啊，那么山啊，新山有这么好的这个国宝啊，那这样子的话，那我曾经有没有这个行善啊？ 如果我们发现我没有这个心善，那我现在一定要去啊心善啊，一定要我不能忽略任何一个呃这个善啊善善野，哪怕是很小很小的善根啊，我都不能啊、呃、不能忽略，我一定要去做啊。最后就是得到一个这样子的结论啊，那么就是要四个结论啊，大家要记住四个四个结论。 六十个这个思思维啊，六十个六十个思维，十个啊这个结论啊，这样子可以，我们可以这样子总结啊，总结六十个不同的啊思维的阶段啊，六十个不同的思维的阶段啊，十个啊十个这个结果啊，最后的结果啊啊就是这样子，这样子以后呢，这个我们。 呃，这个因果不虚啊、呃，思维的就比较修的比较到位啊，一定会有，一定会有帮助的啊。我们首先啊、呃，没有了这个对因果的信任，这样子的话，我们啊，未来修心啊，根本就是、呃、没办法修啊。就是我们把这些因果啊，呃，这些这些基础的东西没有做好之前啊，就。 就啊，急急忙忙的去修大圆满、大寿印，就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效果啊，没有任何的效果。啊。然后呢，我们很多人啊，也就比如说，就就是就是有些人去了以后呢，就是啊，就去就灌了什么大圆满的灌丁呢，啊，灌了什么这个大圆满里面有一个特别特别书上的，叫做一字须啊，一字须的灌丁呢。 等等，然后就降了什么什么大月满的这个法，我觉得可能他们没有这样子这个降啊，他们降的这些可能不是大月满。如果是的话，那这个确实是不不负责任的行为啊，不负责任的行为不能这样子的。嗯，如果真的想这个这个大月满的法啊，如果他希望对你有一点帮助这样子的话，负责任的话啊，这这负。 负责人的话，那么就是首先啊，我们把这些基础的东西做好啊，基础东西做好，然后再一步一步的修，才才才有一点希望啊，真武的希望啊，否则的话，我们就是首先把基础先做的都不做啊，然后就是就直接去听大圆满，大圆满再书生啊。 是没有用的。然后呢，这些上士啊，我不是说他们不好啊，这些上士再了不起的话，也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这个发齐，我们的根基没有成熟啊，我们的根基就是跟不上这么高的发啊，所以呢，这个上士再好也好啊，再怎么发再书生也好啊，因为我们的根基太差了，所以。 再好的上师也是没有办法的。我们昨天啊，不是讲过很多故事吗？释迦牟尼佛没有一个比释迦牟尼佛更厉害的上师啊，这是这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啊。但是在佛陀的身边啊，如果是不听佛陀的啊，这样子的话，佛也是没有办法的啊，佛也是没有办法。所以，更何况啊，其他的上师啊，所以呢。 发很殊胜啊，这些上师也许也也是很了不起，但是呢，因为我们自己的这个根基不成熟，所以啊，就是不会有，最终还是不会有任何的这个这个结果啊，所以我们还来不及修前心啊，然后就是去修去去去这个听大圆满。 的这些修大圆满的，我从来都不相信他们有什么真悟啊，有什么结果，根本就不可能的。 所以大家要老老实实的就把这些这些私家性、无家性做好啊、呃！如果这些做好了啊、呃，这全部我们自己该做的全部做好了啊、呃，当我们的这个根基有一定的这个成熟，这个时候呢，我们去听个大圆满的话，有可能啊、呃，有可能啊、呃，我们整无啊、呃，有可能我们真无,无，有可能我们听得懂啊、呃，大圆满都有可能的。 所以啊，这个呃呃，听法啊，也跟这个种庄稼啊是一样的啊，种庄稼是一样啊啊，农民种庄稼在田里面也要这个要干很多很多的活啊，干很多的农活啊，这些先做的后做的都是有顺序啊。那跟这个跟我们的这个修心和学法也是也是一样。 啊，也是一样，这些基础的这些没有做好的话，那就根本就没有希望的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这个记住啊。虽然是人生难得，死亡无常啊，但是呢，这个基础没有做好的话，再无常也好，再急也好，没有用的啊，没有用的根本就不可能啊，真无的。所以大家首先、嗯嗯、啊，踏踏实实的把这个。 加薪啊，做好啊，点点滴滴的去做啊，然后呢，啊，我们再一步一步的去修的话，是要有有有可能的。好，这样子，啊，这些大家一定要这个记住啊。接下来我们再啊，简单的这个介绍一下这个修法啊，这个修法呢，实际上这个书里面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啊。 大圆满的前心布线上是眼角啊，这些这个书里面已经有的这些东西呢，我大家都看得懂啊，所以就是也不需要太多的这个这个这个解释，嗯咳咳，啊，不需要太多的解释。还有一个有有几个。 参考的书啊，前几天也给大家已经讲过了，呃，有一些佛经啊、呃，我们可以去阅读啊，还有一些像，比如说像宗喀巴大师的啊《菩提道此地广伦这样子的论啊，我们这个时候也要阅读啊，这个这个阅读和学习啊，提高我们啊，会提高我们对这个呃因果的呃这个认识啊，呃和践行啊。 一定会的啊，所以要去这个啊，要去读啊。那我要给大家讲的呢，就是这些思维的方式啊，因为这个书里面没有讲得很清楚的一些思维的方式，要给大家讲啊。那么是善和是不善呢？这个里面讲的已经很清楚了啊，我们也不需要讲太多啊。但是呢，啊，这个具体的一些思维的方式呢，还是要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啊。 好，呃，我们首先第一个啊是第一个是不善，嗯，是不善当中的这个杀生啊，首先是杀生。呃，杀生啊，什么叫做杀生？嗯，什么叫做杀生啊？需要具备四个条件啊，才叫做这个是不善当中的杀生啊。杀生有很多佛经里面讲啊，有些杀生是有罪过的。 啊，有些杀生是有追果的，嗯，有些杀生是没有追果的啊，没有追果的，有些杀生是有功德的啊，就是这样子啊。那什么样的杀生是有追果？什么样的杀生是没有追果？什么样的杀生是有功德的呢？嗯，有功德的这个杀生。 这个是大乘佛教的说法，小乘佛教他不会这样子认为啊。小乘佛教他认为，不管你什么样的想法和目的啊，反正有这种杀众生的这个杀生的七心动念啊，这个七心动念它本身就是啊罪过啊，这个就是呃、啊、他的观点。那大乘佛教呢啊就不一样了啊，大乘佛教就是要看啊，那你有一个这个。 杀神的这个七星董年啊啊，但是这个不一定是追过，为什么呢？还是要看另外一个条件，另外一个条件就是你为什么要杀生？ 啊，比如说你杀一一条生命啊，为了帮助更多的这个生命啊，为了救更多的人啊，比如说你发现，如果你不杀这个人的话，他会杀更多的人啊，杀了更多的人，最后他自己也会堕地狱啊，那这样子的话，那么。 啊、呃，如果这个时候啊、呃，他有能力的话，就是把这个人杀了，杀了以后呢，他也没有去造这么多的罪，然后其他的几百个人、几千个人，啊、呃，也啊、呃，也就救到了他们的命啊啊，那这样子，这个当中呢，没有任何的这个自私的成分啊、呃，没有任何自私的成分，完全是就站在利他的这个这个这个角度啊、呃、去思考。 那大乘佛教就认为，这个杀生啊，不但是没有这个罪过，而且这个杀生是有功德。为什么呢？他的，他的这个出发点是为了帮助啊，是为了帮助这些人，而不是因为成恨心啊，而不是因为这个仇恨，也不是因为这个贪啊、呃，这个呃贪心，也不是因为啊愚昧。呃 啊，杀生就是就三种杀生，这个都不是啊，它是为了。 救这些人，他认为如果这个人去杀这这么多人的话，他自己一定会做地狱的啊。然后呢，就又杀了这么多人，这些人啊和他们的这个跟他们有关系的这么多人，他的家属啊，他们都会很痛苦。那这样子的话，那我去杀他啊，我把这个人杀了以后呢，我一定会做地狱的。但是呢，没关系，我愿意牺牲啊，有这样子的风险的精神啊，才。 这种杀生就变变成啊，就变成这个功德。所以大乘佛教里面呢，有三种杀生啊；小乘佛教里面就有两种杀生啊，永远都不会有，永远都不会有有功德的杀生啊，只是有有罪过的这个杀生和没有罪过的杀生啊，这个是大乘、小乘的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嗯，那么。 杀生的这个动机啊，就有三种动机啊，比如说呃，诚恨心啊、呃、抱怨、仇恨啊、呃，这个就是打，打架，还有就是战争啊、呃，这些都是这样子啊、呃，这样子的杀生。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谈啊谈心的杀生，这个就是宰杀动物呢啊、呃，一般都是这个谈心啊、呃，不是对动物有什么仇恨啊、呃，杀人的话呢。 啊、呃，基本上很多很多都是，当然也有也有贪心，比如说贪财，啊、呃，但是很多这个里面也有很多这个仇恨的部分都会有的，嗯。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无名啊、呃，就是因为愚昧啊，因、呃、因因为愚昧啊、呃，比如说有些宗教就认为，如果是这个杀生啊、呃，杀生，那么杀生，他们认为这个杀生这个可以积世啊，积、呃、世以后呢，这个就是。 这个让神啊高兴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可以上啊这个天堂，神天堂啊，这样子的这个杀生，那佛教认为这个是是很愚昧的。佛教认为这杀生永远都不会有啊好的果报啊，但是呢，因为他不懂啊不懂啊，所以佛教认为这个是愚昧无明的杀生啊。那不管是这个这三种杀。 这三种这个这个杀生啊，这个动机，啊、呃，都是一样。嗯，不管是这个陈恒心，还有这个谭谭心和这个，啊、呃，无名啊或者愚昧啊，都是有都是有这个追果的啊。这三个都是有追果。啊，首先、嗯、这个杀生的话，四个条件我们刚才说了。首先第一个条件，我们明明知道对方啊是一条生命啊。 是一个人啊，或者是一个动物啊，首先要确定啊，确定。如果啊，这个时候我们以误以为啊，不是一个人或者一个动物啊，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呃，一个一个其他的东西啊。最后就是，比如说开枪啊啊，最后发现是一是一个人或者一个动物的话，那他这个时候虽然是呃，就是因为他的这种这种这种行为。 呃，把一条呃一条生命结束了，让它结束了，呃，但是呢，他没有这种想法，他不是，呃，他没有这种杀生的这个想法啊、呃，他以为这个不是生命，所以这个还不够啊。呃 啊，一个完整的这个杀生的罪过啊、呃。那首先，第一个是要确定对方是生命啊啊。第二个条件啊、呃，第二个条件就是有这个就是想杀死这个啊、呃、人和动物的啊这种动机啊，这种想法啊，这是第二啊、呃。然后第三啊、呃，就是有啊、呃、这个心动。 啊，心动上是他自己去杀，亲自动手啊，或者是去安排啊，其他人去做啊，这两个是一样的，嗯，两个都有罪过的，但是亲自亲手去做的这些事情呢，啊，会更严重一些啊，更严重，但是两个都是都是有罪过的，嗯。 这是第三，然后第四呢，那就是最后啊、呃，就导致了啊、呃，这个人或者这个这个动物的生命啊、呃、结束了啊、呃，那这就四个啊、呃，这四个就是如果有这四个啊、呃，那这个这种罪过是一个完整的这个这个罪过啊，这是有国宝有这个国宝的这个罪过，嗯，啊、呃。 这种啊、呃，这种罪过，那我们想想啊、呃，首先我们大作去思考什么是啊、呃、这个杀生，把一个一个的去想清楚啊、呃，然后呢，我们再去想想，那我又没有这么做过啊、呃，比如说我们拍蚊子啊、呃，我们明明知道蚊子啊、呃、它是有生命的啊、呃，然后呢，我们啊像。呃 杀啊！这条这个这个这个蚊子，这只、这个、蚊子啊，也有这个东机啊，有杀生的东机啊，然后去派啊，也有这种杀生的行为啊，最后就蚊子派死了啊，它的生命结束，那四个条件都已经具备了啊啊！活就是我们到餐厅去啊，点啥啊，吃活物啊，那这样子的话，首先啊，我们看到这条鱼啊是活的。 啊，是活的。我们明明知道这个鱼啊、海鲜、河鲜这些是活的。嗯，首先我们没有认为它是啊已经死了的，是认为是活的啊。第一个啊，呃、啊，然后呢，第二个啊，我想吃活的东西啊，那这个这个那吃活的东西肯定是要肯定是要杀生的。 啊、哦，那那他已经有了这个杀生的想法啊，然后呢，我们去垫财，啊，他不是亲自去杀，是厨师杀的，但是呢，他让厨师杀的是一样的啊啊，然后去垫菜啊，这个就是垫这个活物，这就是实际上这个就是杀生的这个行为啊，这就是行为，然后呢就。 这个这个这个行为就是导致了啊一条鱼啊或者是另外一个生命解束了啊，那么这四个都有了，所以我们到餐厅去啊吃火舞的时候，这四个已经有了具备了，这就是一个标准的杀生啊，是有罪过的杀生，有罪过的杀生、嗯、啊啊等等。 啊，我们自己去思考就就就知道了，我们不需要讲那么多啊。就我们吃东西，然后就是这个拍蚊子、踩蟑螂等等啊。还有就是，比如说多胎啊，我们明明知道它是一条生命啊咳咳，是一条生命，嗯。然后呢啊，就像啊，就像就像明明知道这是这是一条生命，但是想把它打掉。 啊，这样子已经有了这个杀生的这个呃这个起心动念啊，然后啊就到医院去呃让医生开药啊，或者是动手术，那么这个就是实际上是医生做的，但是呢我们安排让他去做的，所以这是两个都是一样的啊，这种这种罪过啊，这种罪过是。 还不如，比如，比如说有些东西，还不如自己去做。如果自己去做了啊，只有一个人啊，就有这个杀生的罪过啊。如果我们安排其他人去做的话，那就两个人都有这个罪过。比如说厨师啊，有罪过啊，因为我要吃，所以我让他去做这个事情。嗯，然后医生啊，他也有罪过。为什么呢？我让他去做这件事情啊。 我让他去动这个手术啊，所以呢，我也有罪过，他也有罪过，就是这样子。嗯，如果参与了七个八个人的话，那么这个参与的这些人每一个人啊，都是都是都是一样的，都有这个罪过啊。这个是很公平的啊。我们心善也是这样子，心善啊。比如说，我们今天亲自去放生啊啊，亲手去放。 啊，有功的啊！如果是我们自己不参加，我今天安排某一个人去参加，嗯，把这个放生的这个工作，我们去安排某一些人去完成这个工作了啊，那么。 这个也是有有有功德啊！如果是我一个人去做了啊，我是亲自做了，我有功德了。但是呢，这是只有我一个人才有功德啊。如果我让多几个人参与啊，安排他们去做的话，那我也有功德，他们也有功德。嗯，这样子，这个善和恶都是都是都是一样的啊。那我们去思考这些这些啊、呃，这些细节啊、呃，都去思考。 然后呢，我们自己这个这个啊确定了以后，什么叫杀生？这个确定了以后呢，然后，啊，那我这一生当中啊，我们回忆不起的啊，想不起来的就不说，我能够回忆起来的这些当中，有多少个这样子的事情啊？我曾经做了个多少多多少个啊？比如说这一年这一个月啊，有多少个啊？这些都去嗯，去啊，去思考一下。 啊，去思维，啊，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啊，可能我们学佛以后呢，这个可能比较少，啊，但是呢，呃。 所谓的学佛，比如说我们很多人就到这个寺庙去烧香拜佛啊，但是呢，念佛的同时也排文字啊，这种情况也是很多的啊。那他们是就是因为因为因为不知道这个，呃，这个杀生的这个严重性啊，所以就是就犯了这样子的错误。那一般我们啊，就是进入了佛门以后呢，稍微啊就有机会接触接触这个真正的佛法啊，接受了。 这个佛教的这些真通的教育的人啊，一般是我们学了佛以后呢，可能这种情况就是比较少啊。但是我们都是半路出家的，在这个之前啊，就做过多少次这样子的事情，大家去想一想啊。我们啊。 就是生活当中常见的，就是拍了多少个蚊子啊，吃了多少个这个活物啊、呃，然后呢，剁了多少个台啊、呃，等等啊、呃，这些去想想，那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就会发现啊、呃，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走了啊、呃、很多很多的这个罪过啊、呃，如果不忏悔的话，那真的是，呃，这个。 是，到时候就是啊，这个国报是很非常非常的这个可怕的啊。那这样子啊，刚才我讲的，首先我们去了解什么是杀生，嗯，然后尽解之去思考，那我做了多少多少个这样子的事情啊？有没有做过啊？然后这两个啊，这两个啊,两个啊是是一个阶段啊。我们刚才讲的六十个。 或者是三十个这个这个思维的阶段当中，这两个就算一个阶段的这个思维。嗯，好、啊，这个首先我们啊了解这个什么叫做杀生？嗯，然后没有罪过的杀生，是我们走路的时候啊不小心啊踩死了小动物啊，这个我们根本不是故意的，然后也没有看见啊咳咳。还有就是像交通事故啊这样子的这个。 当中啊出现的一些意外，啊这都不是故意的啊，都不是故意的，所以呢，这些都是没有罪过的啊。这是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大家都是公认的，这个是没有罪过的。嗯，呃、那有罪过的这种杀生啊，我们因为仇恨心的这个仇恨去杀生，这个可能是绝大多数的人都是不会有的啊。但是这个。 这个，因为我们啊，那比如说，哦、啊，这个也不能这么说，这个可能也是我我讲是这个是是这个、这个呃、可能不到位啊。我想这个我们拍文字啊，这个是仇恨啊。 这个不是仇恨是什么的？这又不是愚昧，又不是贪心，就是就是就是因为蚊子叮我，所以我拍死它啊！这个是仇恨。那、啊、这样子的话，可能这种也就比较多了啊。然后很多很多，比如说贪心啊，以贪心取这个杀生啊，这个就已经很多很多啊。我们、嗯、这个吃海鲜、喝鲜都是都是都是因为贪心，嗯。然后愚昧也有的啊。我们还没有学佛之前呢。 啊，觉得这个杀生是没有国宝的，所以就是去去去，啊，杀生。那这个也是愚昧的啊，愚昧的杀生。我认为有两种，一个是，一个是有些宗教就认为这个杀生是这个啊，心善啊，这个是愚昧。另外一个呢，我们没有信仰的，不相信因果的人，就觉得杀生就没有什么罪过，去杀啊，随意的去这个杀，啊，杀死这些小动物啊。那这两个都。 都是属于这个，这个啊啊愚昧的这个杀生啊。那么这些东西，这我们曾经做了过多少啊？都去思考一下啊。这是第一个啊，这个思维。然后这个思维完了以后啊，这个思维完了以后呢，我们先不不去思考这个头道啊，然后再去思考第二个这个啊，这个这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 那杀生啊，它有什么样的这个这个这个果宝啊？它有什么样的果宝？嗯，每一个罪过都有四种不同的果宝啊，四种不同的果宝。其中的最后一个呢啊，任何一个这个呃呃任何一个这个罪过啊，它的果宝都是一样啊。它的果宝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啊，杀生以后。 如果不去忏悔的话，那么这个杀生的罪过就是越来越增长，越来越增长啊！这叫做这个实用过，这个是所有的罪过都是都一样的啊。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前三个啊，这个国报都是不一样啊。首先，前三个，首先第一个叫做艺术过啊，等柳过，增上过啊，就这三个过啊。 这叫这就是三个三个国，艺术国呢成熟啊、呃、成熟。比如说我们去杀生，杀生了以后呢，这个国报啊、呃、以后会以后它不会成熟在这个啊、呃呃、没有情感的这些啊、呃、这些物质上面，它会成熟在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精神上面啊、呃、我们的精神上面。那这个这个这种。 这种成熟的这个国宝叫做艺术国啊，艺术国。呃，那艺术国是什么？杀生的艺术国啊，杀生的艺术国是什么？佛经里面讲啊，比如说同样一个杀生啊，同样一个杀生，它的艺术艺术国有可能。 啊，是低语啊，有可能是恶鬼啊，有可能是旁生啊，这三个都有可能。嗯，为什么三个都有可能呢？如果这个杀生啊的这个动机啊，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呃仇恨啊，或者是非常严重的这个欲王啊这样子啊，什么叫做严重呢？可以有从从几个方面可以可以讲啊，一个。 是长期的啊，比如说去杀一个人或者是一条啊、呃、动物啊，想了很长很长时间啊，经过了很长时间，但是还不放下啊，还不放下，一直都特别的执着，特别的去想做这件事情啊，就两年、三年或者是很长时间，嗯，杀生啊、偷盗啊都是一样啊，那这个就长时间的啊，这种啊，这种。啊这种 这种欲望和这个，呃，嗔恨啊，这都叫做严重啊，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就是非常强大的这个，啊非常强大的意思就是说，这种嗔恨心啊，根本就克制不住，自己都控制不住的这种嗔恨心，以这种嗔恨心呃去这个杀生，或者是以这样子的这个欲望啊去偷盗。 嗯，那这些叫做这个啊非常严重的啊、呃、这个动机，那这样子的严重的这个发心去杀生啊、呃，那就是地狱啊地狱。如果这个欲望是没有那么的啊、呃、这个强大，一般啊那就是这个中等啊、呃，就是这个恶鬼啊，然后稍微轻一点的话啊、呃，那就是。 躺生啊，就是动物当中投身到动物当中，嗯，咳咳啊就是这样子啊。然后呢，如果啊在鳄龟当中的话也好，在这个地狱的话啊，那这个国宝是什么样子？这个我们在这个之前啊已经学过了啊，已经学过了轮回的痛苦啊，轮回的痛苦的时候，这个里面呢啊就讲过了。 啊，地狱的痛苦，恶鬼的痛苦，这都讲得很很清楚的。嗯，咳咳那这些都叫做啊，叫做这个呃，艺术果啊。首先，我们去思考一下哦，杀生是有这样子的艺术果啊。那么，我们再再回去看看，那我过去，比如说我们杀生的话啊，那他是什么样的这个啊？ 什么样的这个啊动机？啊，比如说我们拍蚊子啊，一下子拍死蚊子，那这个我想的话，应该不算是啊很严重的动机，因为这个也没有去想很久啊，我们也没有去想很久去想了很久。 最后就决下决心要杀，呃，杀要拍蚊子也不是这样子，这个就是就是临时决定的啊，所以呢，这个也不算是很，时间也没有那么长啊，然后就对这个蚊子也没有那么严重的这个这个仇恨心，嗯，所以这个是应该是比较轻的啊，比较比较比较轻的这个东东疾啊，然后啊这个其他的呢，我们这样子自己去。 判断啊啊！当时我去这个遭罪的时候，这个动机啊，应该是啊呃属于这个哪种啊？严重的或者是轻的或者是中等的啊？两个方面，一个是它本身本身它的这个这个这个呃它的这个强的、呃、它的度啊，另外一个就是它的时间啊，从时间的方面。 自己去自己去判断啊！我们曾经找的这些追过的这个东西应该属于什么啊？那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就会明白啊，过去找的这些也是让我下地狱的，还是恶鬼道的，还是是什么？嗯，咳咳这是一个一个一个思一个思维啊。然后呢啊，立即就会啊思考啊。那如果是这个这种东西啊，如果让啊，如果 下地狱的话，那我曾经也啊有有有这样子的这个行为啊，杀过这样就以这样子的动机杀过生啊，那我怎么办啊？那我这个那那我已经造了这样子的因啊，造了这样子的因，这个果会成熟的。那成熟的话，我应该怎么办啊？这是。 这个第一第一个啊，啊第二个阶段，然后第三个阶段的时候呢，就我们刚才没有讲得很清楚啊。第三个阶段，那我怎么办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这样，那我怎么办呢？就是就参会呀，啊。 参会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哦、呃、不要去忽略啊，哪怕是很小很小的啊，很小很小的这个罪过，嗯，很小很小的罪过，当它是因的时候呢，啊，这个不是很大，一个很小很小的罪过，但是它它变成了国的时候呢，然后啊。 它这个发生这个果的时候，那这个很小的因就会有很大的果。这个我们之前这个理论，我们之前已经学过了啊。虽然这个啊，虽然比如说拍死一个这个蚊子啊，那这个我们刚才也说了，也没有太强大的这个这个成恒心啊，然后也没有花很多的时间，也没有去想各种各样的方法啊，就是损减啊，但是呢。 这也是杀生啊，这个杀生不能忽略。如果忽略了以后呢，啊，那就会有有有这个果报，啊，果报先前的时候，果报成熟的时候呢，啊，我们昨天也讲了很多的公安啊，这个确实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呢，我们我应该啊去啊忏悔所有的这些这些罪过啊，因为这一次这一生当中呢，我们。 虽然我们也造了很多的罪，但是有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是我们现在啊都来得及啊，一切都来得及啊。曾经比如说我们造了再严重的罪，比如说像误无间罪这样子罪过啊，但是我们现在来得及忏悔呀、啊，啊来得及啊。那所以我，我啊，要。 啊，过去的所有的这些所造的啊，这些罪过要回忆起来啊，能想得起来都要去思考，去啊去想，然后呢，把这些全部的这个罪过啊，呀，就一气啊去忏悔啊，呃，不管是这个忏悔的这个深度有多多多深啊，多好啊，反正凡是有忏悔的罪过啊，都变成。 它的这个这个追果会变成嗯，这个布丁也啊，布丁也就是说我们上上一次讲过四种四种也啊，当中最后一个不确定的这个国，不确定的国就因为因为参会了以后呢，这个这个啊银的这个力量啊已经很小很小了啊，所以呢。 他也许以后以后有啊，以后有果报，也许没有果报。如果再做的稍微好一点的话，那就完全可以没有果报啊、嗯。这个是呃，大乘啊，毗达摩啊、呃、里面讲过的。凡是啊、呃，忏悔过的这些罪过啊，凡是忏悔过的罪过，这些罪过都会变成啊，都会变成这个不定的业啊，不定的业，这是不定的业，就是说他。 啊、呃，他的国宝不会不会这个啊先失啊国宝啊，然后呢，他也不会这个来世，啊，他也不会在后面啊，他这个因为因为因为经过了这个忏悔以后呢啊，就摧毁了啊他的这个这个力量啊他的力量，所以啊他也也许有国宝，也许没有国宝，因为就是他。 就就忏悔过啊，所以这个非常有用的啊，我们要把全部能够想起来的全部啊啊去回忆，然后我们没有办法回忆的这些呢啊，我们从无始以来的所造的全部的这个全部的这个罪过啊，然后我们用我们的心啊去把全部啊总结啊，然后我们不知道这个有多少，但是反正所有的啊。 这个罪过，我所造过，从无始以来所造的所有的杀生啊，所有的偷盗，这样子就可以了啊。我全部啊，现在啊，开始啊，忏悔啊，那这样子的话，也就这样子就就非常啊，有用的，嗯，这是一个啊，这是一个。我们刚才前面的两个阶段，那、啊、每一个阶段都可以分两个，有有有有。有有 另外的小的阶段、小的部分啊，那这个也是，嗯，首先是对这个追果的残惠，然后另外一个呢，啊，心闪啊，心闪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要侵蚀啊，任何一个山啊，哪怕是很小很小的这个山根啊，它。 也啊、呃，从现在，当它是一个银的时候，当它是一个中子的时候呢，啊、呃，它是一个很小的山根，但是呢，啊、呃，它发挥它的这个啊、呃、作用，最后这个呃国发生的时候呢，然后啊、呃、就是会有很大的这个。 国啊，山山宝啊，它有很大的山报，所以呢，我们啊，每一个啊山根，哪怕是在校的都不能啊，不能这个轻视啊，都要重视啊。那么重视，我们首先就是这个要，比每一个山啊都要具备这个三熟生啊，首先要发行，然后就专心的去做啊，最后就回向。 啊，这样子的话，每一个山啊，都变成了非常非常啊大的这个功德。这是啊第三个啊第三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阶段啊第三个阶段。那我们每一个都需要这样子的阶段啊，三个阶段分三个阶段来思考。好、啊，这是我们杀生的这个异熟国啊。然后第二就是这个邓流国啊，邓六。 等六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我们啊上一次这个学习《佛说道干经》啊，这个里面就讲过了，因和果啊是相识的啊相识的啊相识的，所以叫做等啊等就是因和果是相识的。比如说中寡的话啊。 那它因是寡，它的果啊也是寡啊；它的因是斗，啊，它的果也是斗，这两个因和果是相识的啊，相同的啊，所以叫做这个啊等啊等流啊流，啊流就是这个流出来啊流出来的过啊，从这个中子当中流出来的，或者是涨出来的这个过啊，剩出来的这个过啊。 这个因和果是相同的啊，不会山的这个果不会是同啊，这个恶报啊，不会这个恶的这个果报呃报是这个善报啊，山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是等同啊相同的，所以叫做啊等啊等流果。然后这个等流果就有两种等等流果，一个叫做熟啊熟就是干瘦啊。 干受，接受，呃，主要不是接受，干受，啊，干受的寿寿等六国，还有一个叫做行等等六国，行动啊，行动也就是行为啊，行为，呃，两种不同的这个等六国，啊，两种不同的等六国当中的第一个嗯，沙生，嗯，沙生的这个等六国是什么呢？比如说。 下一识啊，下一嗯，这一生当中啊,啊，呃呃杀生，然后呢就让他啊这个呃这个多到，比如说地狱和恶鬼啊，那这样子的话，地狱和恶鬼它的寿命啊，他的寿命是固定的。 啊，它的寿命是固定的，所以不会不会因为杀生它的寿命断啊，不会的。但是如果它啊投身到这个动物啊，投身到动物当中的话，那动物和人的寿命啊是不一定的，有长的有短的都有的。所以如果它投身到动物当中的话啊，那就这个寿命短啊，寿命很短啊。 灯柳为什么呢？因为他曾经啊，就剥夺了另外一个生命的这个生存权啊，现在他自己要面对这样子的同样的事情啊，这个时候呢，有会有其他人啊来剥夺啊他的啊这个这个这个生存权啊，那这个就是灯同的啊，灯相同的啊，应该叫做相同的，啊、呃。 寿命啊短啊，然后下意识啊命短多病啊，然后有各种各样的疾病啊，生下来的时候就有各种各样的疾病，然后呢啊一生当中啊就有很多的这个病痛啊，就。 就就照遍了各大医院啊，都治不好啊、呃，这样子一辈子都不健康啊、呃，生病啊、呃，小的时候啊、呃、就就开始生病，那、呃、这个是因为上一世啊、呃、杀生，那、呃、杀生的时候呢啊、呃，就是让这个被杀的这个这个啊、呃、生命让他啊、呃、就是感受到啊、呃、极大的这个痛苦。 啊，让他感受到极大的痛苦，所以现在他要这样子，这个生病啊，这样子这个面面临这样子的这个痛苦啊，上一世就是啊结束了啊，就让让一个生命啊结束了啊，所以现在他的生命短啊，他的生命很短。 叫做等柳啊，叫做邓六过啊。上一次做上一世做什么样的这个造了什么样的罪啊？下一世或者再下一世的时候呢，手相同的啊同样的相同的类似的过啊类似的这个过，这所以叫做邓六过啊。这是手啊手就是干手方面的啊呃等六过，然后。 啊，第二个就是这个行为啊，行为方面的等流过是什么呢？比如说，上一世啊，他是杀生的啊，那么这样子呢，下一世的时候啊，如果他是一个动物，或者是呃投生到人间啊啊，不管是什么样的这个人啊，或者是动物啊，他都生下来的时候啊，就特别的这个喜欢啊。 杀生啊，对杀生啊特别感兴趣的啊，特别感兴趣，嗯，然后而且这个对杀生啊有各种各样啊，有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啊，非常能够啊能够杀生啊，就是在这个方面特别特别在行的啊，会变成这样子的人啊或者动物啊，嗯。 动物当中，我们经常看到啊，在动物世界里面啊，这些动物，啊、呃，它们当他们这个杀生啊这样子的时候呢，确实是有意外的。这个我们意外发现，他们有那么大的智慧啊。但是这些智慧，这么这一些一些昆虫啊，一些小动物，它都有太多太多的这个啊杀生的这个这个方法。嗯，咳咳那么它显甜啊，就回。 啊，这样子，头刀的话也是这样子。有些动物生下来的时候，它都非常非常的啊，头刀方面特别感兴趣，特别的在行啊，跟其他的动物不一样的啊。头刀也是这样子，这些都叫做啊行为方面的等流性等流啊，是这样。如果下意识啊，下意识，比如说这一世当中啊，他啊杀生。 啊，然后就这个，因为下意识如果投身到人或者其他的这个，呃呃，这个流道当中啊，那也是又又会堕地狱。为什么呢？因为它就是有这个行为的这个灯流啊，它有有去下生，有去投道啊，有去投道了以后呢，它又会躲地狱，又会躲恶鬼啊，然后在地狱恶鬼当中啊，就受了非常非常漫长的这个痛苦。回来了以后呢？ 因为由过去的这个灯流的过，又去杀生，又去偷盗，啊，就是这样子，然后又躲地狱，啊，就这样子，就是比如说有些有些有些人坐牢啊，坐了很长时间，回来以后呢，又不到一年两年又犯罪又坐牢，啊，就是这样子，啊，这个这些都是跟这个啊，我们那这些善恶因果都是一定要。 高度重视啊，要不然的话，真的是这样子非常非常可怕的啊，那。 啊，这是他的这个登流国啊，然后我们去思考这个登流国啊，然后思考了以后呢，又是我们刚才讲的那样啊，那我曾经也比如说杀过生，偷过东西，那这样子的话，我也会有这样子的这个登流国啊，因为我已经做了这样子的印啊，有印的话一定会有国啊，那又怎么办啊？那我怎么办？然后就是怎么办？第三个就是阶段啊，第。 第三个思维的话，那那怎么办？那当然要去忏悔呀，啊，要去忏悔，嗯，就是这样子。这是第二这个等流国，然后思考这个等流国啊，然后第三我们再去思考啊，郑上国啊，郑上国，郑、啊、上,上国一般是成熟在这个环境啊，成熟于环境。等流国一般啊，这个郑上国一般都是成熟于环境。 呃，刚才我们讲的这几个锅啊，这几个锅，它不是不是这个成熟于环境啊，就是成熟于自己个人的身体上啊。然后这个啊增上锅呢，它一般都是都是啊呃这个跟这个成熟于环境啊成熟于环境的意思是什么呢？比如说杀生啊杀生，啊，喜欢杀生的人啊。 它的这个增上过是什么呢？下意识啊，它会投身到一个呃，这个投身的这个环境啊，是由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啊，自然灾害经常这个生命经常受到威胁的这样子的这个环境啊，就这个意思。那比如说，经常有地震啊，经常有海啸，经常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自然灾害。 啊，就是根本就没有安全感的这样子的环境啊，投身到这样子的环境当中啊，这个这样子的环境当中啊，任何时候啊，都生命都会受到威胁的啊，这样子的环境当中，会投身到这样子的环境，啊，这个就是因为啊，比如说杀生的时候呢啊，杀生的时候。 呃，我们刚才讲过了啊，比如说一个杀生啊，他有三个啊，他有三个这个我们前面讲的国报，为什么呢？就因为杀生的时候，这个杀生一个啊，一个这样子的行为当中，就有三个类似的啊啊事情，比如首先啊，杀生的时候呢，让这个生命啊就感受。 极大的这个痛苦啊，所以呢，他有这个艺术过啊，在地狱，在恶鬼啊受痛苦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杀生了以后，杀生就是让他的生命啊结束啊，让他的同生命提前结束了，所以他就有这个灯流过啊，灯流过下意识，他生命也很短啊，灯流过。然后呢，啊，杀生的时候呢。 他就毁掉了这个人的这个人的关怀啊啊，所以他现在就是就就投身到一个这么恶劣的环境当中啊环境当中，所以这些因和果是我们在《道干经》里面学到的一样，这是相识的啊相识的，呃、啊，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就会有什么样的这个果报，这个很简单，我们种什么庄稼就长什么庄稼，一模一样啊。 然后就是啊、呃，这些很小的种子就有很大的这个结果啊，这个也是我们经常在看看得到的，很多的农作物啊都是这样子。嗯，农作物都是这样。如果农作物我们如果它的因和果都是一样的，一样的话，那没有必要去种地呀啊,啊，因为正因为这个因和果不一样啊，一个小小的因可以有丰收啊，有很大的这个这个结果，所以。 啊，所以种敌啊，所以这个因和果跟这个因善恶的这个关系啊，是善恶因果是一样的道理啊，一样的这个理由啊，一样的理由。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三个艺术果，为什么有艺术果啊？呃、啊，就是因为他杀生的时候让这个这个生命啊。 就是感受到极大的痛苦，所以他现在要要不躲地，要不就夺鳄龟，呃，要不就在这个这个这个旁身当中要受苦啊，因为我们让别人受苦，别的生命受苦，所以我现在要受苦了啊，这是相同的啊，艺术果。 等流过，就是因为我让他的这个生命提前结束了啊，缩短了他的生命，所以等流过。现在我这个时候啊，生命也很短啊，生命很短。除了地狱恶鬼的生命是固定的以外啊，这人啊、动物啊，这些都是啊，生命不一定的，但生命是不定的啊，这个生命的长短是不定的。那么这个这样子的呃，终生当中啊。 它就会生命会很会很短的啊，那这两个是相同的啊。另外一个就是成熟在这个环境上的啊，这个增长的过也是这样，就是因为它把一个生命啊，把一个生命啊就杀死了以后呢，它的所有的它的这个光环啊，它的辉煌的东西全部啊摧毁了，嗯，没有了。 啊，消灭了那这样子以后呢，他下意识呢，啊，他这个也就也就不能生活在一个优美的这个环境当中啊，他的这个环境也是很糟糕的啊，糟糕是都是糟糕，但是不一样。比如说投岛的话，那他的这个环境啊，他的环境是经常啊，他的财产啊，受到各种各样的威胁的这样子的地方啊。 环境就是因为环境的原因啊，然后他的财产方面就是没有安全感啊，投身到这样子。然后呢，杀生的话，他不是不是不是他的财产，他的生命啊就没有安全感啊，他的生命就是没有安全感。然后呢，经常就受到各种各样的来自于环境的这个威胁啊，来自于环境的威胁啊，那这是。 他的这个增上过啊，这三个啊，这三个为什么一个营就有这么三个锅呢？啊，三个锅。那这个就是因为他这个，比如说杀生、杀生的时候啊，他给这个对方啊被杀的这个生命，就是啊给他啊就就就有这样子的三个啊，比如说痛苦啊。 哦、呃，提前这个这个结束生命啊，然后回回掉他的这个光环啊，他就做了这三件事情，所以他现在就要面对这三件同样的三个事情啊，所以要有这样子的三个不同的啊这个，啊呃,呃这个国报啊，为什么一个因就有这么三个不同的这个国报呢？啊，一书过登流过这增上过，为什么啊？就是因为。 因和果是啊，因和果是这个，呃，这个相同的啊，因和果是相通，所以就有这些了啊啊，这个我们要去思考，然后增伤果啊啊去思考，然后确定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再去思考啊，那我曾经也杀过生啊，那这样子的话，我下意识也会投身到啊，生命就是没有安全感的地方。 啊，生命就是啊，时时刻刻啊，都会受到来自于环境的啊，大自然的威胁的啊，这样子的地方啊，那这样子的话，我应该怎么办啊？这样子去思考，那那应该怎么办呢？就是就就开始进入第三个阶段的这个思考啊，那应该怎么办？那就应该忏悔啊，就跟前面讲的一样啊啊，这样子每一个啊。 都要去这样子思考，那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叫做“食用过”这个“食用过”呢，啊、呃，没有什么其他，也都是一样啊。反正善也好，恶也好，比如说我们善啊，心善啊，如果我们回向了，那回向的话，一般的这个罪过都不能毁掉这个这个善根啊。那这样子以后呢，它时时刻刻都会增长的啊，就时时刻刻都会增长啊，啊，这个山根就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嗯，然后罪过也是这样。如果如果遭罪啊、呃，没有去这个忏悔啊，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它也就会啊、呃、越来越增长啊、呃，就是这样。这个就是，呃，跟跟呃这个这个善恶的所有的这个因果啊、呃、都是一样啊、呃，这个都是一样。所以这个呢，我们也可以去啊，可以去。 可以去这个思维啊，如果我现在啊不去控制它的增长啊，不去控制它的增长的话，那到时候啊一个很小的这个这个罪过，最后就是增长增长，那、啊、最后就可以可以增长到一个非常啊可怕的啊这样子的这个，最后就成为一个这样子的这个罪过啊。 啊，这样子的话，那我应该早一点啊，越早越好啊，越早越好去这个禅会啊，这个也去思考。好，这样子我们的这个思考的方法啊，我在这个杀生这个方这个上面呢，这个思维的方式啊，给大家讲的比较清楚了，比较详细了啊。然后我们不需要一个一个讲啊，那其他的都是大家自己看书啊。 这个书里面讲得很清楚了啊，然后呢，思维的方式呢啊，都是一样啊，都是一样，就三个阶段，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里面就有两个小的这个部分啊，这样子去这个这个思考啊，这样子思考的话，我们啊，对这个因果，因果的取舍啊。 有一个一定会有一个新的人士啊！从今以后呢，我们这个修的比较好的话，从今以后我们在生活当中一般啊不去啊犯啊这些这些错误啊啊一般不会去这个杀盗淫妄这些比较重大的这些这些罪过，我们一般都是就不会的啊。如果走了这样子的罪，我们也主动的啊主动的去呃去。 这个忏悔啊，懂得忏悔，嗯，呃，有呃很大的这个啊啊、呃、作用啊，它一定会会改变啊，改变我们自己，一定会这个我们的呃行为上啊，还有就是就是说话呀、啊，做事啊，还有我们的一些呃这个。 啊，东季发心啊，这些方面都有都有都一定会有很大的改变啊啊，这样子有改变啊，就这个达到了啊这个修啊这个呃呃第四个前行啊因果不虚的目标就达到了这个目标了啊，这样子一个一个的去思考。好，今天我们啊就讲到这里啊，然后希望大家认真的去。 呃，去修啊，去修，呃，然后我们今天讲过的啊，先暂时就讲这，先先修这个我们已经讲过的这些，嗯，然后呢，啊，到时候我们的这个课啊还没有跟上的话，跟上我们的这个修心的进度的话、啊，自己就往下看啊，自己往下看。 然后就是按照这个啊，我们刚才讲的这种方法啊，把十不善全部就这么这样子去思考啊。然后最后这个后面就有这个是是是善啊，是善也是这样子，也有也有通过这样子的方法啊去这个思考啊，通过这种方法去思考。那这个四个这个方法都啊，这个都修完了以后呢？ 嗯，前面的这四个啊，呃，不叫四个方法，四个前心啊，都修完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啊，对这个轮回啊，就有一个啊，就有一个呃、啊、非常强大的啊，非常强大的这个呃、啊、一个处理心啊，处理心实在是不再想啊，不再想这个轮回当中啊，不再想这个轮回当中流转，嗯。 啊，那这个时候，那我们怎么办呢？然后，紧接着还有一堂课啊，最后就是讲解脱的功德啊，最后一个就是解脱的功德啊。那这个时候啊，如果你不想不想这个轮回的话，那就可以，我们可以走解脱的道。 啊，可以走这条路啊！如果你不想在这里待啊，那你可以走这条路，就是这样子啊。如果这个时候呢，我们啊没有一个出路，没有发现一个出路的话，那就是觉得这个轮回很很苦，也没有什么意义啊。然后也不知道去去哪里，也不知道应该去做什么啊啊，这样子最后就是消极悲观啊，消极和悲观啊。咳咳 啊、呃，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发现啊、呃，轮回是很苦的啊、呃，轮回当中呢，确实是没有什么很有意义的东西啊、呃。但是呢，我们发现另外一个更有意义的啊、呃，更有意义的，那我们可以去追求啊啊、呃呃，这个啊、呃，那这是什么？就是解脱。那、呃、这个时候呢，就是不是消极啊、呃，不是悲观。 啊，这个时候就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心态啊，去追求一个更高的啊，更高的啊，这个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更高的这个理想啊，这样子就开始处理心了，这就变成处理心啊，这叫做处理心啊，这个处理心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我们啊很多人。 啊、呃、的这个出离心方面呢，确实是不是很好啊？我们很多人平时，呃，有些道理呢特别的懂啊，但是呢修心就是特别特别的懒惰啊，啊不积极，那这些是很多人也问这是什么原因啊？很简单啊，这个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私家心的这个思维不到位啊。 不到位，嗯，人生难得，我们理论上知道了啊，但是呢，啊，没有深入的感受。 啊，然后死亡无常，我们理论上也也想明白了啊，但是呢，对这个感受不深啊，体会不深。然后尤其是这个轮回的痛苦啊，我们啊这些理论这些都都听明白了啊，但是呢，也没有太大的这个这个感触啊。有原因是什么？就是没有深入的去思考。 没有去打坐，就这个原因啊。如果真正的这个打坐，我们去修这个人生难得思和这个私加心，那、啊、修得比较啊，修得比较好，比较到位的话，那自然而然啊，我们一定会非常非常的精进。 啊，努力主动的去精进的，这个一定会是这样子啊，所以私加心啊，我们经常都在讲，私加心是我们修行的动力啊，修行的动力。如果没有这个动力，那这个呃这些大圆满、大手用这些再高深的法啊，再高深的法都是没有用的啊。 这是这都是没有用的，所以啊、呃，希望大家一步一步的啊、呃，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啊、呃，不要想啊啊这个这些这些前心啊，这些前面的这些啊、呃，全部呃都呃就超越啊、呃，直接就跳到这个最高的地方去秀啊啊、呃，这是王相，这个永远都不成功的啊、呃，所以。 大家要一步一步的修，这个特别特别的重要啊，尤其是这个四家心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如果没有出离心的话，那真的是没办法啊，学没办法这个走上解脱道啊。我们就是在座的啊，应该都是佛教徒里面。 还是算是这个佛教徒里面，就算是修解脱道的人啊，学佛的人就不一定都是修解脱道的啊。我们曾经讲过了，大乘佛教、小乘佛教，还有一个叫做人天佛教啊。人天佛教，那么大乘佛教、小乘佛教啊，这个都是求解脱的，走上解脱道的啊。咳咳 那另外一个，这个修人天佛教的，那他们就不一定是修这个解脱道，他不是修解脱道的啊。但是我们应该是修啊这个解脱道的。那么要修解脱道，那就必须要有出离心啊。那出离心是来自于这些思维啊。如果这些思维啊不到位，那没有办法有出离心了啊、呃。出离心啊。 我们没有办法通过其他的方法让大家有处理性啊，唯一的方法就是通过这些这些啊，通过这些道理啊，然后自己去想啊，想明白了啊，想同了啊，然后就自己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啊，就知道我们应该走哪一条路啊，知道我们应该去追求什么东西。 啊，那这个时候就这个处理心自然啊，自然就有了啊，自然就有了。所以，如果你们想真悟啊，希望自己真悟啊，空心啊，禅宗讲的明心见心啊，或者是大员们讲的这个，这个这个真悟啊，如果希望啊。 自己证悟啊，那就先不要修大圆满，先不要修禅宗，先什么都不要去修，先修这些出离心和这个菩提心啊。这这个道啊，这个修道的这个次第啊，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了解，太了解了啊。 啊、呃，这个并不是说我有什么很了不起的境界，但是这个过程啊、呃，这个彻底是非常的了解啊、呃。如果你们不按照这个方法去做，最后就是一无所有啊，一、呃、无所有。现在我们很多的这些，我们看到的很多的人当中啊，就因为首先不修加薪啊、呃，或者是加薪就是在数量上啊、呃，勉强的。 就是完成一次，然后就是啊，等不及啊，去求,求什么大圆满啊？我想这个这种人的话，就不要想有什么真正的这个收获啊，最多啊，最多也就是有一个什么听过什么了不起的大圆满，就是有这种啊，就有这种啊，就有这种很好听的啊啊这样子的名声啊，什么什么是很了不起修大圆满的等等，嗯。 没有不会有什么实际的修正啊！如果大家啊不追求这些名啊，想追求一个真正的这个修正啊，那就那就先不要急，先修这个释家信和无家信啊，然后再说。好，今天我们讲到这里啊，然后呢，啊还有二十分钟的时间啊，大家有什么疑问，我们可以互动交流。 啊，今天我们应该不需要念这个传承。顶力上师，这是现场的问题。通过忏悔可以消除过去所造的果报，呃，这个原理是什么呢？是说加入了另外一个因果呢，还是说？是,是的，是的，它本来是一个是恶的这个因和果啊，然后呢，它就在中间加入了另外一个因果，这个因果就破坏了。 原来的这个英国的系统啊，破坏掉了啊。比如说啊，中地的时候啊，中地的时候，如果啊，这个雨水啊各方面的顺利的话，那么它这个里面有一个很好的这个英和国，它可以丰收啊。但是中间啊，有另外一个英国来了啊，比如说干旱啊等等啊，这样子的话，这个干旱啊。 他就破坏了他的原来的这个因果的这个系统啊，这样子以后呢，从此以后他就不会这个因果就不能不能啊不能继续了啊，就是所以他就这个就没有不会长出庄稼啊，就这样子的道理。嗯，这是网络问题。嗯、呃，顶礼上师弟子现在在学五家行，但是身边一些学修的比较快的道友已经开始学习。 屁股和断食，听过，呃、听说通过屁股可以诶、呃、打通经络，而且长期呃断食可后饮食变少，身体变轻。但是弟子还是很怀疑，这样的做法真的可以达到究竟的效果吗？这样的做法是否合理？请上师开始。这些都是外道印度教的这个说法啊。 辟谷长期不吃饭的话，这个对身体的排毒也许有一点，也许有一点好处，这个我不知道啊。啊，呃、但是通过辟谷啊，通过不吃东西这个用这个方法，要达到什么处理心菩提心或者是这个解脱方面的这个这个目的，那、啊、这两个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关系的啊啊、呃，所以。 啊、呃，这是完全是两两条路哦、呃，所以这个我们不要以为这个辟谷呀、什么打通经络，这个都是，反正他打通的是什么经络我不知道。这个佛佛教的这些这这些经络是不是这样子打通的？<laughs> <laughs> 嗯，先生是还是网络问题。弟子听道友说，如果破了根本戒后，是无法恢复戒体。 而且作为在家居士女性，今生也没有出家的机会，请问是这样吗？没有这样子的说法，在家人根本没有这样子的要求。呃，任何一个在家，比如说在家人去收啊、呃、这个节律的话，他的任何一个节律都可以忏悔的，忏悔了以后呢，都可以再收的。嗯，这是现场问题。 请问上师已经获得了四级灌顶，但是没有一字序的灌顶，能否佩戴和念诵一字序？一字序它是在密法里面呢，就是有一个，它是一个一个另一个特殊的啊。所以呢，如果要要佩戴一字序，那就需要这个一字序它自己的灌顶啊，它本身的灌顶才可以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 还是先不要佩戴，放在佛堂里面顶礼供养就可以了。这是网络问题，请问上师，巨大的善业可以冲抵恶业吗？换句话说，善恶可以相抵吗？比如说，有人说放生可以灭罪业，这样的说法是对的吗？放生可以灭罪业啊，这个当然是可以了。比如说，善业和恶业是可以相抵消的吗？ 嗯，也可以这样子，但是也不一定的，不一定。但是比如说，比如说杀生的罪过啊，以放生来忏悔，这当然是可以的。但是呢，杀生的罪过是不是一定要用放生？那也不一定。呃，其他的方法，比如说像金刚萨多呀，其他也可以抵消的。嗯，请问上师，有人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修行越深，磨难就会越大，是不是？修行越好，生活和工作就会容易出现很大的违缘和障碍呢？也不是，啊，《金刚经》啊，还有这个《博人经》里面呢，有怎么讲过？比如说，修行的这个越精进的人，就是越有障碍。 有这样子，但是这个障碍呢，他他的修心的这个道路上，比如说修心好的人啊、呃，有些时候就是有些事情不顺利啊，啊、呃，或者是修心的这个有些违约呢，有的。但是呢，因为他因为很精进呢、啊，那这个违约呢，不能啊、呃，不能阻碍，不会阻碍他的前进，而且就会变成他的动力，所以他的修心更加更加的快，更加的好，所以这个不是问题了。 嗯，这是一个现场的问题。请问上师在《了凡四训》中曾经说过：“最上者之心，当下清净，才动即觉，觉知即无。”如果以上面两句中所讲“才动即觉”，就是说分别念升起的时候，觉知即无。那这样子的话，是否有因？ 总入石田呢，是否会有果报呢？是否有果报？就是说念头升起的时候去关照它。是，如果是念头升起的时候关照、嗯、啊，那这个关照就有两个可能了，一个是比如说他关照了，但是没有真无啊。 那这样子的话，这个还是这个念头还是有果宝的。比如说有一个恶的念头出来了，那出来了以后呢，他去观照，观照了以后，这个恶的念头他没有没有没有这个积蓄，啊、呃、停滞了。呃，但是呢，因为他的观照的方法他不是空心啊、呃，所以刚才已经已经产生的这个念头还是有果宝的。 嗯，如果这个时候的观照啊，他、呃、是空,真空心，征悟了空心啊，那这个刚才这个参上的这个念头，他感受感觉到这个呃是体会到这是空心啊、呃，那这样子的话，这个是不会有不会有国宝的啊、呃。但是如果有这样子的观照的话，这个即使是有有有国宝的话，那这个国宝也是不是很严重的。 果或这果,果报不大，应该是比较轻的。嗯，是网络问题。请问上师，杀生是因为对众生造成伤害，所以有果报。那么在邪淫中，如果只是看色情的东西、东西动邪淫的念头，但是并并没有真正对其他人造成伤害，没有这个对境，这样为什么会有有果报呢？ 呃，这四个我们刚前面讲过的，嗯、这个比如说杀生啊，要犯一个完整的这个杀生的罪过，那就需要需要具备四个条件啊。那其中一个、两个不具备的话，那这个是是有啊有这个罪过，但是这个罪过轻啊，罪过不是很重啊。然后其他的谐音呐、啊，偷盗啊，都是这样子的，比如说。 他想去投啊，结果就是没有投成啊。那这样子的话，那这个是有是有是有追过，但是这个追过不严重啊。然后杀生也是这样子，然后谐音也是这样子。嗯，这是网络问题，请问上师，四家行和五家行可以同时修吗？还是说必须按照次第圆满完成六百小时的四家行观修？ 再开始进行五加行的科大头、金刚萨多等等，因为五加行有诸多技术的要求。弟子想知道，是否可以在关修四加行的同时，每天把五加行的程序同时同步一点一点地进行着呢？ 那个，如果是说这个吴家兴的这个他说的吴家兴，这是可能是认为是这个一个数量啊。那这个修斯家心，然后大坐的时候修斯家心啊，出门的时候就就完成一个数量、啊。 啊，这样子是肯定本来就不是无加心，无加心需要完成这些数量，但是无加心的内容不是这些数量啊，是需要无加心也，比如说像菩提心，你要必必须要实实在在的去打坐啊，那这个当然，比如说啊一天。 呃，优秀这个出离心，优秀菩提心，可不可以？当然可以了。比如说啊，你、呃、比如说我们每天修两座，那么一座当中呢修人生难得呀无常，然后另外一座就修这个菩提心啊、呃，或者是金刚萨埵，是可以的，可以的。但是这没有没有必要这么做啊、呃，还是先把这个四家心做好，然后再做五家心，这样子比较好。嗯。 网络问题，请问在地藏菩萨发愿地狱不空，永不成佛这样发愿，以课前发愿的为了度众生而成佛的决心，两种发愿当愿得成就的时候，在度众生的能力上面会有差别吗？请问上师会推荐哪一个？啊，能力上面没有什么什么差别，这个就是菩提心有三种菩提心呢、啊。 就这个地藏王菩萨的这个，呃，地狱不空是不成佛，这个就叫做摩通式的，式的这个发心啊。那么另外一个，我们平时讲的啊，为了度众生，我首先要成佛，这就是国王式的发发心啊。实际上这两个呃发心的这个、嗯、这个方法不一样啊。 但是最终的话，还是要首先自己成佛。比如说，像释迦牟尼佛，他的法心是这个木桶式的法心，但是呢，实际上成佛还是释迦牟尼佛他自己先成佛了啊。所以，首先是要自己成佛。那成佛了以后，度众生的能力就没有什么差别。请问上师，证悟了因空性以后，是不是之前的所有的因果都消失了？ 呃，这个要看到这个，要看这个真无空心的这个程度啊、呃，大到什么样的程度？比如说异地菩萨的话，那就基本上这之前的这些罪业都是都是清净了啊、呃。但是呢，呃，还有还有障碍、烦恼，还有这个所知障一些障碍还在啊、呃。完，这些障碍全部啊、呃，就是彻底的断掉，那就是那就是成佛。 啊，佛成佛的时候，所有因果都，都都都不存在了，啊，这个这个之前就是不一定，尤其是我们的这个我们平时经常都讲的这个初步的这个真悟，啊，初步的真悟，禅宗的明心见性，大圆满的这个真悟，啊，那这些呢虽然是真悟了，但是呢还会造业，呃、啊，还会有这个因果啊，不单是有因果，还会造业。 啊，哦、所以这个要看他的这个政务的这个程度。嗯，还是网络问题。请问上师，经济纠纷应该怎么样去理解因果？比如说别人骗钱，是不是累生累世我们也曾经骗过别人的钱？那要不要通过正常的法律手段来解决经济纠纷？要要要要要。要要要 <laughs> 这个里面呢，也许有啊、呃，也许有有有这个因果，呃，确实有可能是自己过去啊去抢别人的东西，现在是别人把自己东西抢走，有可能是这样，也许不是啊、呃，这个也许是一个现实的一个客观的因素，这个说不清楚的。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还是应该按照这个正常的这个手段啊、呃、去处理。 嗯，还是网络问题。请问上是凡事皆有因果，今生我们杀生所做的恶业，是不是也能说明被杀的生命前世或者无始劫以来也造就了被杀的果报？我们应该怎么理解？也是，也是也是这样子，这个也有，也有可能，这叫做轮回。我们在这个《白夜经》和《现欲经》啊当中就看到很多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这个呃例子呀，比如说呃有一个有一头牛被杀被杀了，那么这一头牛它本身它自己过去也就造了这样子的业。 就是因为这个他自己的爷，这一次这个被杀啊，那么他自己的爷，就是就导致他的这个这个死亡。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去杀牛的人，他是不是这个屠夫是不是没有罪过？有罪过，两个都有啊。所以这叫做轮回，这个恶性循环就叫做轮回。他还问：我们发愿今生乃至生生世世都不杀生，是不是可以断除一些因果？ 是是是是什么都不杀生，是不是就可以断除、哦？是是是，那当然了啊！还有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这个，我的这个回答不太完整。比如说，比如说，比如说这个经济纠纷啊，如果他不想追究的话，那当然可以了，就就送给他啊。然后就就比如说以前啊，这个我们曾经也讲过，有一个人有一个修行特别特别好的好的人。 他在山里啊、呃、修心，那么他到山上去修心，回来的时候呢，他有一个小偷啊、呃、进到他的屋子里面，那他小偷把全部他的东西都背背出来，在是在门口上他们两个相见了，那这个时候他一看，他还有一些东西他没有拿走，就然后这个修心人就告诉他，你还有一些东西没拿走，我把这个给你。<laughs> 如果能够这样子，那当然是更好了啊、呃！那这样是更好的，所以，但是我们一般人是做不到的。所以呢，可不可不应该说应该去这个正常的手段去啊处理？不应该这么讲？可以，应该这么准确的表达，应该说可以用这个呃这个呃可以用正常的手段去处理啊，呃不应该说。 应该，呃，用正常的手段去处理。这两个有一点点不一样啊，所以我要准确的表达。啊，这是现场的问题，请问上师，成佛后没有因果，那么没有证悟和有证悟的因果一样吗？加行道和见道的因果一样吗？是否？什么有证悟的因果和没有证悟因果一样吗？ 说如果呃是正悟的人哈、啊，和没有正悟的人，他所受的因果果报是一样的吗？如果是他是处于加行道或者是见道，他的所受的因果是一样的吗？呃，这个比如说、呃，这个我们昨天讲过，这个阿罗汉啊，他、呃、是正悟了一部分的人物，那、呃、他。 所受的这个因果，也就是比如说阿罗汉饿死了，阿罗汉被杀了，啊、呃，那这个跟没有受没有正悟的人的因果是是一样的。嗯，但是阿罗汉呢，他这一生当中啊、呃，他有这个身体的时候，他会受到一些这个因果，但是呢，结束了以后，他这个离开了这个身体以后呢？ 那他就没有任何的其他的这个果报。那我们普通人的话，就是不仅这这一世有啊，下一世还有的，就是这个差别。还有就是见到和加心到什么？他的意思是说，是否见到，嗯，见解和证悟的程度不一样，产生的果报也不一样？是是是，那当然了。没有证悟和有证悟的因果是不是一样的？ 他出于加行道和见到的因果一,一,一样的，比如说，比如说阿罗汉啊，他比如说过去的杀生，他这一生当中就会呃被杀啊等等一样的。那没有正悟的人也是这样子的，但是这个比如说他的因果的这个这个轻重啊这些方面肯定是有不一样的。好，最后一个问题。 嗯，这是现场问题。通过道感经的学习，我们可以知道，因跟果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对于凡夫来说，因果是存在的。凡夫世事，是因为心对因果的挂碍而导致因果的存在吗？换句话说，是因为因果现象会影响我们的心，所以我们无法解脱吗？请问上师，我们修行是为了去除万法对我们心的影响吗？ 呃，因为，嗯、比如说《道干经》里面呢，也就讲了，比如说从这个生意低啊、呃，从空性的角度来讲，呃，没有因果，不存在因果的关系。但是呢，从世俗低的角度来讲，《道干经》就是讲因果的，讲因果的这个关系，因果的存在啊、呃。那我们为什么有这个因果呢？就是因为我们对因国有执着啊，对因国有执着。呃对英国有执着 所以，我们就会受到这个因果的影响。嗯，如果有一天我们把因果，也就是能够当做是，比如说像做梦的时候的这种梦境啊、呃、一样的话，那因果就不会不会不会呃影响到我们啊、呃。所以，因果为什么影响我们、呃，或者是说我们没有证悟的人为什么有因果啊？就是因为我们对因国有执着。 啊，有之中我们把因和果当做一个真实的因果，嗯、所以这个因果就对我们产生了作用，这样子的。来上师开始。嗯嗯、好好，我们现在最后大家回向。所能的一达姆杰斯你尼多别的能帮杰杰个南杰望龙成巴。<music> <music> Chibim Zulim Chua Chulvashu Om A-A-Hum Banzarangarabhamasadahum Om A-A-Hum Banzarangarabhamasadahum Om A-A-Hum Banzarangarabhamasadahum 阿弥陀佛，大家晚安。